各位伙伴们，你们好呀。玲玲前几天不小心挖到超想要的蓝宝石，终于可以做只像素狗头来敲敲矿了。那我们把收集好的材料给工房做吧。一样找工房张才对话后选择制作。在装备的最后面可以看到像素镐，像素镐需要的材料有天蓝方块5、深木方块1、亮木方块1、蓝宝石1，目前还差一个深木方块，这个在家具店可以直接买到，那我们就直接购买来做吧。在手机内找到家具店，在 DIY 的项目内可以找到，确认购买，材料总算都齐全了，制作时间需要1小时50分，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吧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经过2个小时后，我们来领取制作好的像素镐头吧。领到了，看起来蛮特别的吧？小伙伴们是不是也想要做一只了？让我们试敲一下。哈，哈，哈！本期的企划是要拿像素镐与玩具锤进行 PK，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只挖矿工具个别的素质，看起来只有些微差距而已。但我们还是以实测为准吧。这次玲玲请了2个玩家帮忙测试。玲玲一号，玲玲二号。本期会以150次挖矿来当基数，最后结算两只挖矿工具获得的实际结果。由于测试比较花时间的关系，玲玲已将影片进行2倍速快转。如果需要更快的观看速度，请伙伴们在 YT 上调整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
玲玲将两个工具进行了150次测试，最终结果是，大家认为哪个工具挖矿效果比较好呢？在评论区留言哦。那这期测试就到这里，玲玲会将玩游戏的过程拍成影片，别忘了订阅玲玲的游戏频道哦。那就下期见啰。